Good morning， 诶，挂挂挂挂台语。好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马来西亚来的二台语二个派料的 Smalling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嘉港台湾人，做好事。我会记去年的世界巧克力比赛 ICA 结束了后，我有去屏东。试食金牌德酒郑志源巧克力，大家会当去看以前的影片。伊今年嘛有得奖啊！今年嘛有得奖，但是今年阁有一个德酒是德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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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奖诶。诶，是屏东的福湾巧克力在全球决赛下拿下5金19银4铜的耀眼佳绩。诶，屏东足厉害吼！屏东宝冈的牌拢得奖。所以讲屏东今嘛有足侪巧克力诶。对，今年这个台湾一盒巧克力，认住我，今年上大的奖，干呐！最佳影片最大奖的感觉，真的、哦，对，最佳影片奖 ，ICA 颁奖的主持人一开始就直接说台湾来势汹汹，对，这两个是调味黑巧克力的金牌加银牌，银，你先给大家看金牌是谁？是铁观音哎，银牌是马告哎，马告什么知道？马告是。甘那胡椒的意思，不是甘那胡椒，就是好啦，就是原住民的口味。哎、欸，对，哎、欸，上面还有写 wallpaper。第三个军备拢是62% 的，62%不是一个较 common 的数字。这个铁观音，铁观音较浅的也是。戴进去有点绿色感。哎、欸，马告也很黑耶，来来，画马告。马告的图案是不一样的。对。是原住民图腾的概念吗？真的。哇，精品哎，他被讲完毕的线。对。他刚刚说完毕的神，走出来的神，神是什么？是那个狗吗？对。哎，我打你喽！七甲台湾的巧克力耶，集齐。好，集齐。最佳黑巧克力耶。够。好像超过一个趴数就叫黑巧克力。嗯，卷的味道比较重，没错。他们不同品相，所以不能一起比。它、是苦的那个品相。比较甜呢。嗯，谢谢。超比较大众哎，我觉得唯一的问题就是我吃不出来它高级的点在哪里。嗯、我感觉巧克力的比是有苦的回甘的，刚刚咬下去的时候会有点酸或怎么样的，也是有酸味的。对，剩下的就是甜味这样子，对，是好吃的，就是可以一次把一条吃完的那一种，所以一不小心300块就不见了。没办法，胃口啊，大家也当接受的口味的，可以送了。对，我觉得好吃哎，好吃的、是好吃的，绿色的，哎、没有茶味，就是你插茶米了后啊，又有一种叫什么炭焙味，那个烤的味道，然后吃下去，它嘴巴里面会有那个茶味，就是巧克力味道没有那么的重、哇，这就是茶糖啊！哦，超好吃的，这个真的好吃啊！刚刚那个还会就觉得后面会留甜味，这个是直接就是把它中和掉的感觉。铁观音焦糖哎，焦糖哎，哦，这好吃，我推荐。也是会不小心就吃完的口味，这个更不小心会吃完。但是你介意茶的人，你一定会起笑。好 ，Final One。为什么看起来像大象图腾？是大象吗？是我脑袋里面都只有大象。拼一下。Yeah. 好，那趁你还在喝的时候，我要吃了。看不出。这很特别。哦，比料就特别的比。对，有胡椒味，直接闻到胡椒味。哎、清起来。很特别。哇。休气节吧。我这尝试好新潮哦。你吃完像我这样刚喝水，然后它就是会留一个味道在你的口腔里面，是很特别的东西。可是我不会一直吃，而且它唇齿留味，真的就是那个味道会留着。还好没有先吃它，不然我后面怎么吃啊？那是被盖小啊上嘞，还是送铁观音吧？我去吃电视蛮好吃啊。所以你爱上了马告巧克力啦？还可以耶，我是感觉新鲜，很特别。那今天吃了三款无同款的巧克力，每一项口味都有无同的人会介意。我家己今天感觉最好吃的是铁观音，我嘛是铁观音。因为我感觉有特色，会当送别人。但是你好的朋友就送伊马告巧克力，因为较特别。对，特别。OK， 今天的福湾巧克力的试吃就到这，后界继续试吃有诶无诶，下骹要试啥物就试啥物，拜拜。拜拜。